以后呢，因为没有太阳，就比较凉意带上。那这条街呢是叫海滨大道啊，这条街是海滨大道。那海滨大道呢，这些建筑啊，这些建筑呢都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建造。一个平方米应该是多少？一个平方米等于门票、船票在我这个地方。上了船以后呢，大家可以随便啊，自己选择自己想坐的地方呢，是在岸边，就是靠近岸边很近。船翻了以后呢，很多的人就跳到了水边啊，就是跳到水里之后呢，游泳就游到了岸边，所以说呢，很快就被救了上来。那真正淹死的人呢，并不是很多啊，没有超过50个人。那这50个人呢，在1961年船打捞上的时候呢，船上居然还有差不多还有25具尸骨，就是被他船上的东西压在下边了以后，他就是那个肉体都腐烂了。但电影明星啊，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叫英格丽·褒曼。